接下来欢迎音乐小姐。年糕好，年糕好，年糕好。哎呀，哦，你看看，对不对？我不用说话，连玉芳在后面都觉得好美哦。当然了，女生都会赞美女生。真的真的，真的很漂亮哦！我今天要告诉大家什么叫做美的典范。哎呦，谢谢，典范是啊。最近很多人都标榜高个子的美女，站出来身高186以上，对，名模。对啊，聂云在我旁边，我就已经快受不了。再来一个女生，我们男生的面子，哎呦，一带出去一看，哇，很不协调，哦，对不对？他不一样，你看看这种比例多好，刚刚好。谢谢。而且他可以做全世界的旅游，甚至于南非都可以去。哎呦，个子太高了不行。为什么呢？哎，有些模特儿180、190的，一出去，咵，脖子怎么上一个套子啊？因为人家在捕鸵鸟。不是，不小心勾到人家的脖子。哎呦，哎，就觉得这样听起来，飞哥，你好像真的蛮喜欢 Melody 的。哎，对呀，对不对？不过这不是我说啊，你要是真的喜欢，你就不应该只是说说而已。哎，有的时候就要采取一些行动嘛。哎呀，哦，对不对？啊，喜欢不能只挂在嘴边啊。哎呀，哎，什么电话在响？不好意思。哦。哎呦，哎，没有关机。哎，是。哎，小燕姐是吧？小燕姐，哎，小燕姐，是是是是是，哎，现在正在访问她，哎，对对对，对对，哎，你们再让开一点嘛，哎，哎，是是是，好，您答应了，好好好，那就100万了，100万我包了，是，你放心，你放心，一定弄到好。小燕姐刚刚电话已经打来了，她已经答应了。什么？就这样子就？你看人家已经点头谢谢了。我能说什么？飞哥已经这样子，我只能说谢谢。100万，还有太少了。不是你们要听，我觉得好像要交100万。所以呢，这个电话旁边人听会断章取义。是小燕姐家里面厨房这个屋顶啊，跟这个墙壁有一点剥落。因为我儿子在做装潢嘛，啊，他这厨房的工程我儿子包了。哦，哎呀，那你们是听到没有？怎么了？我操！刚弄说小燕姐答应我，音乐包下来。哇塞！这个这么哪有可能出到这么高的价钱？你上次表演的那个舞蹈是当当当当当当，哎呦！纽约，纽约，这次带来的也是 jazz， 是唱还有表演 ，Chicago 里面的 All That Jazz。哇！迫不及待，来来，掌声鼓励一下。谢谢。Oh my god！ Yes. And all that jazz. Start the car. I know a whoopee spot where the gin is cold, but the piano's hot. It's just a noisy crowd. There's a looming crowd. And all that jazz. Are you all? And all that jazz.
大家不知道，刚刚那个歌是他自己唱的耶。对呀，我很紧张，因为其实没有很多时间。我总觉得音乐它是这样，看起来很慵懒，可是他在表演的时候就是非常性感。对呀，就让我想起那 Michael Douglas 啊，Michael Douglas 快60岁了，是啊，他娶了丽塔·琼斯的女的，那女的跟他差几岁？30多岁而已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而且还有一个男的叫做 Jack Nicholson， 杰克·尼克逊，哎呦，是啊，他的女朋友比他小35岁，哎呦，也是，我跟他才差10来岁而已，是吗？有那么少吗？哎呦，不，飞哥其实把心里话说出来，对不对？所以忘年之交是常有的事情嘛。对不对？我不想跟他做忘年之交，要叫补真就是嘛。哎，我们是要对，有的时候对，其实老少配现在是很流行的事情。什么叫老少配？对不对？你们都帮不了我的忙嘛。哦，你看我要怎么样才可以救我自己啊？哈，我不晓得。其实你要救我的命太容易了。是谁在笑啊？怎么是笑出这种声音？是你的？哇，太好听了。你别的，你很好啊，你别乱动啊！突然好像到了海洋公园，海豚哦，哦，真的是非常的可爱。哎，过两天小燕姐如果有饭局，麻烦你打个电话给我，对不对？好。我有一次是我要到她家煮做牛排给小燕姐吃，哎，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谁在笑？又是你。好，掌声给音乐鼓励一下。谢谢谢谢谢谢。美丽的 melody。Yeah。今天要给我们带来什么表演呢？今天我要弹古筝。弹古筝对你这个女生的气质来说比较真的吗？配合哦。希望啊，希望。其实音乐有一个那个古典美。哦，谢谢。嗯，这是传统中国女人的那种特别的那个气息。哦。很棒，那上次你他带来那个 New York New York 的那种 Las Vegas 的那种格局，对，今天来的这种突然变成一个古典的这个美女，不简单哦。谢谢飞哥。好，谢谢，给我们带来这个叫做古筝，取名叫做是那个《倩女幽魂》里面的那个，可是我不知道叫什么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常开一笑啊，沧海一声笑。笑傲江湖。笑傲笑傲江湖，我说这个《倩女幽魂》里面的沧海一声笑，好，就是叫做《倩女幽魂》里面的主题曲，不是沧海一声笑，请大家猜一猜叫什么？这其实叫什么？黄天老师叫什么？沧海一声笑，真的是沧海一声笑吗？沧海不是，不是《倩女幽魂》里面的，是啦，哎，笑傲江湖，笑傲江湖。你笑傲江湖嘛，就是嘛，飞哥不要乱讲。你这样子回去的话，小燕姐会不会骂人呢？不会啦。搞什么东西啊？不会啦。哎呦，嘿，是飞哥的节目耶，乱来。不会啦，不会，对不起，飞哥，谢谢。好，来，请上乐器。
不错，啊，飞哥，画面真的是太美了，真的真的，把我们带到了那种唐朝的那个时候，真的。然后你看到就是这个女孩子，一看就知道，她呢，这个父亲在朝廷里面是一个大臣。他的女儿被皇上选到要进后宫了，真的吗？所以他父亲在前两天跟他说：“你要练一点琴啊。”所以可以嫁进皇宫。对对对，所以这个画面呢，就是刚好那员外的女儿啊，正在后台第二天练琴。哎呀，对吧 ？OK OK。皇帝是这样，皇帝还特别喜欢这种。弹得很熟的那种人嘛，那个皇帝反而不喜欢。我没有弹得很熟嘛，我练得很辛苦，飞哥我要哭了。我知道，飞哥我要，你这么说我练得不熟，我很辛苦哎。飞哥，飞哥什么时候用钱帮人家擦过眼泪啊？好了，开玩笑，谢谢 Melody， 谢谢。欢迎 Melody 的表演。你先别开口，拜托一下。我常常在这种情况的之下，我常常会就是很不希望他就是这种画面回到那种现实啊。因为刚才那一刹那之间，你已经把我们整个观众我们的心都带到了那个百老汇的那个剧场，你刚才就把我们那个画面带到那里去了。谢谢。你身上充满了一种神奇的力量，真的真的，谢谢，太美了。小燕姐真是很有眼光，真的，让我们觉得这种美的画面，我们真说把它破坏掉。我邀请一位男生来旁边站一下，哎，孔令奇，哎呦，站一下好不好？嘿，嗨们，飞哥好，你好，飞哥，哎呦，讲评一下刚刚他的表演啊，啊，非常的漂亮，谢谢 ，Thank you。哎，以后在这个圈子里面都会碰到，还有他们。哎呀，有这种美女！哎呦，张大哥，你这时候来啊？你好，你好。哎，你不要这样，我刚刚讲这美女也有俊男呐。啊，对，哎呀，这美女，哎呀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别这样嘛，张大哥。哎，是我跟品源两个人形容半天呢。哦。形容不出这年轻人这个世代。哦，是这样的。即将领军。要在我们演艺圈推出来的年轻人，你看看，哎呦，连飞哥您的学问都形容不出来。对，
那就要请您来帮忙唱一下了，好不好？好吧，那老师音乐就来了。为他们两位唱一下，来，两位是吧？哎。这位帅哥了不起，他是孔子的后裔。哎呦，我们对他是要尊敬的。孔子的后裔哦。这位美女更了不起，身材美艳又美丽，唱歌是会进到心里去的。进到心里去，哎呦。但是你感情太苦，我是看出来的，现场就有那一位好东西要介绍你，麻烦你的眼睛啊仔细看这里，好样的在这里，有钱的在这里，帅气是他的。唱了半天，男的你一点感觉都没有。不是，我这个人也太重色轻友了。我还没唱完，那孔锵老师就结束了。哎呀呀呀，这是孔锵不对嘛？哎，孔锵老师你要注意，他是你家的亲戚，亲戚一样姓孔的，你别在意。哎呦，他的来历更了不起，孔子谁能跟他比？嗯。写的那《论语》传到街，现场念书的兄弟，谁没有念过《论语》？除了《论语》，那还有儒家最高的思想力。思想啊，那是我们中国人都要在意的。孔令岂了不起，唱片是得第一。你长得太帅气！哎呦！哎，对，访问了半天就差你这个注，哎，您这个注解一下，哎呦，的确让他们看起来，哎呦，觉得我们的演艺圈有希望，太好了啊！非常精彩 ，Melody 的表演也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先休息一下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啊，你要去换衣服吗？对。这样是制作单位决定的还是你决定的？就这样坐在这里吧。啊？是吗？这样很漂亮。可是我的宣传在叫我。宣传啊？宣传一定要。他在那里 ，Maggie。一定要听他的吗？好像是。好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